想将太公亮吗？用不着上公园。好啊，小鲁雪，跟我玩恋爱兵法是吧？这朋友当定了。Ready go！ 从今以后的每一个午休都要去相亲。相亲你穿成这样，你不觉得你自己很过吗？没有啊。你现在跟我上去工作，税后10000。我那个破财你都不跟我表白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真的很需要你，和我一起工作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面子这个东西是用来丢的。工作需要你，你给我四亲事后，剩下的免谈。我还有，你是不是从小吃肉饭长大，这回事一般都不过。你根本就不懂，我说你们不懂，真的无语。人生当中的爱情价值观与这个感情，你不是靠追求跟讨好一种散发出来的自身的魅力，而是相互的吸引。长得这么一表人才，没想到变得这么丑。你表里都不出你妹妹呀？啊，如果你的爱情观成立的话，你还至于登上到今天吗？这什么丑东西，我不穿它走。K.O.